情人节当天，高雄准新人们在户政事务所放闪告白，最后还来个甜蜜 kiss， 画面让人看得超感动。我想不管怎么样，大家都渴望爱情吧，一听爱情都很兴奋。韩国瑜推爱情产业链，激起高雄年轻人结婚意愿。韩市长上任，今年情人节363对新人登记结婚，比起去年217对增加67%。当地结婚会赠送3选1的礼品，其中一个呢是我们那个蜜枣树的树干做成的早生筷。其实过去高雄民政局就设计一系列婚礼小物，枣树筷子一组2对，代表幸福高雄；还有金铲子祝福赶紧产子，相框则是要把彼此框住。桂碗跟那个招快快生，这叫齐家碗，对，那见证你们的爱情成功。新人们完成结婚登记，除了有好礼可拿，民政局还提供爱情摩天轮背板和超大玫瑰花，让新人拍照留念。高贵是送给老婆哎。我们有在爱河边配合市长的爱情产业链来做集团结婚的规划。看爱河跟从平常陆地上看感觉完全不一样。520当天，韩国瑜更要化身主婚人，主持爱河河畔婚礼，限量100对新人参加，目前已经超过70对预约。韩国瑜的爱情产业口号果真奏效，串起新人们满满幸福。记者梁家文、陈时亮、洪俊伟高雄报道。